原标题：发电报年代，上海一天发20多万份。民国初年，一封电报价格等于20-30斤猪肉。发电报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长短脉冲，长脉冲翻译成话，短脉冲翻译成点，点话组合成不同数字，再用数字组合去对应汉字，长长短短就是一整段话。世界上第一封电报，1844年5月24日，正处于鼎盛期的美国辉格党在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，而40多英里外已用电报线连通起两个城市的莫尔斯，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向巴尔的摩发出了4个词： What the God wrote， 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。这份电报被视为人类通信进入电信时代的标志。第一条长途公共电报电路，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秘密从海上将海缆引出，沿扬子江、黄浦江铺设到上海市内登陆，并在南京路12号设立报房，于1871年6月3日开始通报。1881年年底，中国电报局在申报上登出广告电报书出售，向社会各界宣告中国大陆地区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电路，今沪电报线全线开放使用。之后，上海又开通了19条电报线路，成为全国电报中心。一封电报多少钱？据了解，当时今沪电报线的收费按路有远近、费用等差的原则。上海发到苏州的电报每字一角，镇江一角一分，清江一角2分，济宁一角3分，临清一角4分，天津一角5分，大沽一角6分。按当时的物价，银元一角可购买大米16斤，或烧饼80个，肉2.1斤，糖5斤，鸡蛋30个。老百姓发一封电报，相当于吃20-30斤猪肉。展开全文半个字的电报，沈从文与苏州中国公学校花张兆和的曲折之爱，最终也是一封电报收尾。顽固爱着对方的沈从文，在写了4年情书之后，托请张兆和二姐张允和征询张父的意见，并向张兆和说，如爸爸同意，就早点让我知道，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张父应允，于是张允和给沈从文发了一封电报，只一个允字，既是他的名字，又表达了意思，被后人称作半个字的电报。张兆和担心沈从文看不懂，又拍了一封电报，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老早电信营业厅黑压压的全是发电报的人，生活忙也忙不过来，人好像永远也不会少掉。国内电报业务的辉煌时期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。高峰时期，上海地区一天有20多万份电报交换量，一年的电报交换量在6000万份左右。在那个时候，谁家有什么急事都是靠电报联络，上海到南京6个小时就能送到。那时上海电报局的办公地址在和平饭店，一楼是电报局营业大厅，2楼是国际报房和中央室，3楼是国内和室内报房。那时候电报局有多少人弄小的口阀，光报务员就有900多个。一前报务员要每天来回走啊。那时候有句话叫日行30里，脚底磨破皮。说起电报的辉煌岁月，老陈就有点停不下口，后来就研究转报系统，从人工到自动，就像个小轨道。512路自动转报系统在90年代初期研发出，能满足每天50万份转报数量。哎，不过后来就不行了，转报系统越来越先进了，发电报的人却越来越少。总觉得像是做梦一样，一夜间人家好像都不发电报了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